Bang. A few moments later. <笑>我们到底来干嘛？睡觉，来睡觉。教你怎么来澎湖玩，不用花钱，然后还不用晒太阳，就是每天睡到下午两三点，好不好？简单的喽。澎湖叫战守则第一条，晚上六点睡觉，不，清晨六点睡觉。叫战守则第二条，直接睡到下午三点。叫战守则第三条，直接不要去玩水。叫战守则第四条，一直待在民宿。叫做按手的第五条，不用调闹钟啊，乐色。哎，调闹钟啊，妈丢脸仔。太阳明啊，可怜啊！耶，十一点就玩水，那要起床哦。哇，六点钟跟我们讲十一点就玩水，笑死人喽。有啊，我在玩水。叫战守则都没背手，还敢跟我说你要来澎湖玩？早跟你讲叫战守则。做梦了，梦到在玩水。那其实我刚才有梦到 ，OK 的，哈，玩的蛮开心的。各位澎湖怎么玩？跟朋友出来玩，就是这样子玩。反正没有玩水，我们也没差啦，重点是出来玩。躺着玩，坐着玩，还是民宿最好玩。你民宿花了10000，就要在那边给他把那个钱用的淋漓尽致，对不对？哪里花最多，就在哪里最用心。我们在民宿花最多钱，不在民宿最用心。好了，来澎湖就是晚上飞去探险了，是吗？是这样的。你是不是其实很想玩水？我想睡觉，干嘛？磨牙，操你妈的！我晚上不知道被我睡下去，不知道被你吓醒几次。然后我早上九点才睡，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睡不着，就觉得很烦。然后已经听，我原本是睡不着而已，然后听见磨牙声更烦。重点是你还会有时候爬起来，你说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然后我对你突然说怎么了？然后我就说干妈磨牙哦。然后而且你最屌的是，你一躺下去的瞬间继续磨。对，不然以后出来我梦游，你就出来，你突然弹起来说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两三次吧，是假的、啊。你被你自己磨牙声吓醒？没有，我没有醒呢。反正我看你就是醒的、啊，你就是突然弹起来、啊，我整个人坐起来哦、喔，对啊，干真假的、啊？我干嘛？啊，干嘛嘞、欸？你磨牙还干嘛？干、欸，该不会是我昨天去废墟中邪？哇，没有，你不是中，你关美的，从小中邪，天生中邪啊！哎呦，哎、欸，三蟑螂哎、欸，这很少见哎、欸，这个不常见哎、欸，三的蟑螂。
靠四的蟑螂掉下来，你在靠北哦、喔。然后日本的话是少佐，然后干你好烦、啊。然后再来少将、中将，然后上将，然后上将有分青将、红将、白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想干破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大爷，哎，你呢？大爷，大爷，你要干嘛？你先套我一下，啊、你先套我一下。你要干嘛？大爷，你是，啊，我就跑，我就说，你是我们遇到鬼了。哈哈，场面弄啊！好，你打，你打，你先打。报警！医生，医生。快报警！快报警！我要吸引人，那个群里我们遇到鬼了啦！快点啦！哇，他应该吓死了！干，完蛋了！这是脑麻耳了。我们现在，哎、欸，我觉得你中邪了。我们现在大家赖都不要理他，等下就干，你还要我报警？他不会的、啊，他是秒分。他会，他懂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这样三个照着我，他妈眼睛快瞎了。我严重怀疑你是低能儿。你不是中邪，是低能儿，就这两个学校。你从一开始就中邪。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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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中胜，北中胜，北中胜，北中胜啊！哎、欸，先生，先生，你有没有去过澎湖？有啊，去过。啊，澎湖好玩吗？不错啊，我都会跟我朋友再来一次啊。那你在澎湖都玩过一些什么东西？我之后会去基隆岛一些地方玩，不是跟你们而已。可以啦。你要相信你自己。我就是不相信我自己。你要相信。来澎湖不能留遗憾。对。来啦，这颗坐下去应该是遗憾的。快点啊！咻。还好嘛，帅帅帅帅帅帅，太帅了！弄成功为止啊，反正软的 OK 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滑下，太滑了，滑下，等一下。抄一下，抄一下。哇！哇！再接个后空翻，再接个后空翻，比较稳。可以，那么强。后空也要站在那木板上哦。哎，哇呢？站木板太难了吧？靠背哦。哇！哇！啊你踩，你踩这边后空，然后踩在上面。啊！你不是也会后空吗？你不是也会后空吗？白痴、喔！你不是也会后空吗？来啊！白痴哦、喔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可以啊，你可以、啊。你不是也会后空吗？要，妈，等下炸头，妈的！哦哦，你要做转转？你要转体？你要超？你要空冲吗？你会死、啊！你要做转体吗？还是什么？我是不行啊！你我干！我就不知道转体做起来哦、喔。好好，他们都玩那个哎、欸，他们被他拉走了。我没机会了，没机会了。炸一个，你看一下，我一定炸，我百分之百炸。对呀、啊，你刚洗完就要再洗一次。我的本来动作蛮美的。再美。哦，还真的。不是，他以后会变那个跑兔之星啊，就看你这一翻。刚刚那颗翻的蛮烂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要离开沙滩，准备要前往记忆场了。好，哎，啊，等等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没